因为他就对逛街没什么兴趣，每次去他都摆臭脸。哦，对啦，男生好像都比较没有耐心这样子。哎，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啊？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没错。我每次逛街都觉得无聊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哎，你们知道他又换新车了吗？我刚看到那车看着超贵的。拜托，哪有什么？哎，讲到钱就漏掉了，好不好 ？Alan 啊，你随时有需要跟我说一声就可以啦，随时都可以借你嘛。好，这样啊。好。哎，来喝一杯啊。哎，好。Baby， 哎，聊什么啊？哎 ，Hello。在聊那个喜欢的电影啊。是哦，哪一部啊？熊猫姐二啊。对哦，熊猫姐哦，熊猫姐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看那个电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刚刚正想讲，然后你就来了，好巧哦，那么巧，对。我还会打那个沙滩的沙，遇到吃东西，然后把整个弄得像沙滩一样。我之前在沙滩湖畔拍的每张照片都跟电影一样漂亮。我请客，随便点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的歌来了，多少钱？我先看一下。亲爱的，可不可以跟你借2000块？好，我存到一块。